人家叫什么？我想问这边没有天鹅下太大了，对，天鹅真太大，他们才会抢。哦，这还好。那个也是，好吧，就是。哎，牙齿，哎，妈妈用湿纸巾把你擦一擦。被天鹅咬到手上。对呀、啊。那天鹅牙齿有粒粒的牙齿，真的吗？喂，天鹅要直接丢出去，不然你。对，还要喂吗？休息一下好不好？你拿那手上就会。买那个。鹅肉饭，好不好？爆炒，帮你爆炒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买咸水鹅，好不好？拿去买那个东山鸭头，它有那个鸭头，有没有？鸭子不是鹅，只有咸水鹅，现在没有咸水鹅。对。来，被哪只天鹅咬到手？真不错，快三只，爸爸过去把它们拍起来，好不好？自己按住。来，帮你抱床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来，我们来去指认是哪一只眼。走。前面是哪一只？刀工神案。是哪一只？好，我来救他，没关系。哪一只咬我家咬妹妹的？把头抬起来。哦，就是你。哦。这样可以了吗？就是他了，爸爸教你来，来有没有要吃？有没有要吃的？这里，丢你的头啊！没丢到，丢他头，快，妹妹去丢他头。好了，这样，以后还敢来吗？只要你要来，OK。来，妹，姐姐那个给你了。去喂一下好了，不给你们吃的啦，对不对？爸爸，我刚才对天鹅做鬼脸。是啊，妈咪，你有对天鹅做鬼脸吗？有。是啊，哪一种？而且他还看着我们。是啊，这就是啊，3、2、1，一起做来，妈咪，3、2、1，好，走。谁讲啊 ？Action！ 妈妈，你快把全世界的叶子都剪掉。妈妈，回去要炖汤给我喝一下。这样很漂亮，来，我看来过来，很漂亮。等一下，你找了阳光，找了阳光的地方。我只拍花而已嘛，哈！再面对我一点，对，妈妈拍起来怪怪的，拍起来真的怪怪的。来，给镜头来一个，快点，你要过来，你要去碰镜头，3、2、Action！你要碰镜头。我这样轻的，但是想很轻。然后你那张纸，然后下去那个。我来3，小红3，妹妹3，2，1，一，好。然后来去吃天鹅了，啊、不是来去吃那个，这样哈，在天鹅那里。对，妈妈不需要磨刀吧？小虎走了。爸爸肚子饿了。你肚子不是饿了吗？你不是要吃那个什么？来吃意大利面啊。好，走了。
六的电容跟上六的都是上天下怎么办？面。他们现在还在我那个厂，妈准备回家。太敷衍的了啦。